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年是我们国家的建国70周年。最近，娱乐圈的青年演员鞠伟静、关晓彤、周冬雨等领衔众青年演员们去为祖国献礼，合唱了这首《我后的祖国》。其中，鞠伟静的声音真的是太酥太好听了，很多网友都被他的声音圈粉了呢。都留出一首赞歌。近期也有一部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即将上映，作为70年华诞的献礼电影，也是请来了陈凯歌、徐峥等一众导演、黄渤、张译等实力股演员，更是请来了天后王菲献唱了主题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不得不说，天后的声音依然是那样的空灵，歌声婉转悠扬，美妙绝伦。这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原唱是著名歌唱家李谷一，他的那首春晚必唱曲目《难忘今宵》，相信你一定不陌生。歌曲赞扬我们的祖国，我们与祖国不可割舍的血肉亲情，我们和祖国永不分离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哟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